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向哥。我们今天来玩这个 Half Day Two 啊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他一开始有这个角色选择啊，男性跟女性。为什么这个女生看起来像僵尸啊？这有点母汤，我用男生啊，他有点像那个某个艺人，有没有？啊，那个不敢练习，这脸是脸脏哦。Baby face， 好可爱哦！用原本的吧，原本的比较好看，发型或什么。现在要开始啦，进了耶！ Yeah! 应该算两分球，我三分球。成就解锁啊，五个房。丢你，狮子没了。看一下其他按键。哎呦，这地上湿湿的感觉有点危险。喂，先去体验一下。对呀，换地方。不太安全，是吗？对，还有那个医疗的，哎呦，地上也湿湿的，这个比较安全吗？这个？哎，我这里有一个人，看一下嘛，他是一样，他应该是给你提示。等等等等，地上有陷阱。对耶，被关起来了。我们踩看。对呀、啊。不知道干嘛用的。啊！对。我自己夹到脚。哇！哇！现在绝对不要去。差一点夹到啊，没有。等一下，我们头上有那个机器，过去救他。他跑快了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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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死掉了吗？没有没有，下面是一个关卡。哦、oh, ，New Floor， 真的耶，厉害哦。不要。哈哈。哎呦！他干嘛？拿刀砍你，这也不是、啊。哇！后面那个吧，那不太安全。我在后面都是死的。对，是死的。哇！这关比较难哦。没这个。你走，你走先。哦，哎、欸，前面有那只。哦哦，什么怪物啊？关起来啊！你就这样走过去，然后接跑。没事，没事。啊，那就死了。哦，被插死了。这什么东西呢、啊？哎、欸，我看看。哎呦，走过去看看。对呀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我来试试看。要不然那个红色的弄哪个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这有电，这有电，这有电。哎，是什么啊？叶子啊！哇！哇！你直接冲了。他喝水，是沙漠。对，知道。
觉得，哇，这什么？上场的话什么东西？哦！快跑快跑快跑！什么？飞弹？太好了！烧到我，烧到我，烧到了！哦！你为什么在这里给他烧？这什么东西？你说这里吗？不是啊，中间那个吧？看那个。哎呦，都头。头啊，那是头啊。是头啊。哎呦，很会喷哦。哎，第三关。它是什么？对。哎，你重生了。哎，我重生了。对啊。嗨。哇，这个要五的，现在不要换我先走，只剩下两个门、欸。这里感觉不太 OK。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感觉，这个是冰哎、欸啊。但它只有个门哎、欸，这个好像比较安全一点。你首先。不要害怕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书会飞，这是书吗？这是怪物哎、欸！怪物！哎呦！但我怎么其实觉得走这个比较安全，不要被那个打到就好。好，走走走！哎呀，你被关了！哎、哦。真的是，啊，燃烧了，哦，被书砸死，还活着吗？没事。好，但是他要爆了，啊，烧了，靠！我刚看到了，这是啊，这个，它会咬你啊、哦！风！不是你，风！先看一下那个风会干嘛的。都没有被用死啊，很难讲哦。我要复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又把你救活了耶。哈哈，然后要换我先走。哦呦，一进去就掉下来，有点危险了。有地方。好，换。你看这上面有点可怕。对啊，那骨头啊。快！等你先走。OK。哇哇哇！他走哪里？我看看。这上面有那个虫，你头上有虫。啊！先。回来，回来。哦、回来、啊，回来。呜呼！啊！我的脚。啊！有陷阱啊！还有陷阱啊！
切菜机。气球爆了！我要走哪里？快！随便选一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选这个。耶！居然过关了！耶，你复活了！嗨哇那个感觉很好看，我觉得这个好像很好玩。好，来，等一下等一下，等一下门重开的时候我再给你试一下，这里也挺贵的。不能掉下去呢。那我们要看一下，我们要过去，然后触发他的机关，然后再回来。哎，这里没事。对，这里没事。来，要推哦，要推哦，要掉下去了。没事，没事。嗯，这是哪里？哎呦，吓一跳！里面有个飞机哦。哎呦，哎，哎呦，我要快跑了！哎呦，好可怕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哎，哎呦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啊！在干嘛？不知道，快走！你都站起来！哎呦，哎娘喂，啊！我被关了，这个骷髅头跑出来，好恶心，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啊！糟了，换我了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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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哦哇哇哇哇哇哇！笑屁啊！空空空空！哇哦！好东西呀！爆炸！爆炸！爆炸！他有什么问题？他有事吗？他这么多地方可以躲，他不躲，他躲那里。到底要不要复活了啦？现在快过关了，好可怕！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换你死了！这什么东西？熊熊啊！哈哈哈哈！居然会被熊攻击到死！哇，你几分？等看，149分。哦，我251分呢。哎呦，哎，激活陷阱数量26，代表什么？